跟谁敲一个，敲好了，这没了。那班的名人有个避风，没意思，没送盘。等会儿要你弄一个油，我操，能打断？假吧，这个盘。哎呀，这个油的呀，这个也马上有。It's me. 花来了。笑，这牌上的假的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麻的凯哥。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看一下第一副，看看这个牌到底是怎么来的。起手牌倒是很一般，这个牌倒是完全没有看出来要做牌的一个想法。缺将，缺个搭子，喵喵倒是启动了，对家大头也启动了，把五条给碰了。一桶抓对，这个牌我有将，先打分享，再找个搭子就是一上张。看另外两家的打法，应该都是碰碰胡了。来四万，先打七筒。来九条，那就打掉七万。人家打五条，最后一张五条倒是有一点想法，但是感觉我这个牌如果动了五条，上张还是很困难。还不如去做门清，毕竟我这个牌找的搭子就是一脚油啊。三条又碰了，那这个牌做牌也太难了，等于是两个金都没了，三条五条全断。上家把三万也给按杠，这个时候唯有苦笑啊，兄弟们。来六条，那就打掉四筒一上张。想做个门清也这么难，对家听牌了。现在我这个二条倒是有可能是危险张，来小鸡也挺危险的，那这个牌就选择开掉一对一筒。就这个小鸡开始来的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老铁们，就问你们这个牌上的假不假啊？虽然说我的牌听三教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三教只剩绝张了，五条断了，小鸡和下家对死。来了，绝张二条自摸，清一色胡牌，必须开心快乐，就是花有点少，加个苍蝇53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这个牌缺将，搭子倒是够了，不仅够还多一张，上家启动了。看样子上家像是在做筒子的颜色。来五条，开一个边三万的搭子。
卡八万来的挺好，接着打20000。下家喵喵听牌。没想到上家不是在做颜色，这样打应该是在做碰碰胡了，不过碰的挺好的，又让我摸了一个三筒上了。这个时候我的牌就是抬轿子，抓九条能听牌了。现在牌运这么好，这个牌就不修了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修罗牌浪已经来了。从牌面上来看，五万绝对是好牌，哪怕上家转型做碰碰胡，我敢说他手里肯定没有万子对子。下家喵喵抓五万点炮，一个花四分，加个苍蝇九分，把门清清一色，把自己的自信也给打出来了。看一下第三副，起手无话，但是手里有一个暗话，编七万来，这个牌已然听牌了。这个牌估计都想让我来花吧，有个暗花先紧张他们一会儿也行。没想到这个花来的倒是挺早的，花一来吓不到人了。一圈一花，麻将好叉叉。三万自摸，加个苍蝇十三分。